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它表面比较光滑，所以可以减少那个磨损。
当然，在减少磨损，还要靠一个关节腔这地方会分泌一些滑液，那所以加上这些滑液的效果呢，那个磨损的严重就可以大幅减缓，那老人家就是因为他那个分泌量不足，然后软骨磨耗都差不多了，所以有时候你看老人家那个肢体在活动的时候，有没有他会发出声音，磨一下，没有，那膝盖的关节也是不会也握着小关门，就是这个原因，接下来，那因为为了要让这个肢体有相反方向的活动，所以你看哦，我们的肘关节啊、你可以弯曲伸直，那你手掌这边的很多的那个手指也是一样，对不对？你可以弯曲，也可以伸直。好，所以大部分通常我们在骨骼跟肌肉的搭配是这样子。首先一件事情，因为你让关节要有活动呢，你就要去带动那个两块骨头之间啊、有相对位置的改变。好。以这两组肌肉来说，跟它平行的这一块骨头呢，一般来讲，它们比较不会跟它直接相连。以这个上面这个肌肉来说的话，你看它的前后，以它平行的骨头来讲，这边会遇到一个关节，往后又遇到一个关节。那跟它平行的这个肌肉呢，它会跨过那个关节，去跟前一个关节跟后一个关节之后的那个骨头相连，这样才会有意义。因为你去想说，等到时候它那个肌肉收缩。好 ，OK， 肌肉放松的时候，它长度比较长；那肌肉收缩的时候，它就变短。好，那因为它变短，对不对？那它固定在哪里？它固定在前后的两块骨头上面，所以呢，它就可以把这两块骨头给拉紧。好，如果今天是遇到我们的手肘的弯曲的话，那这块肌肉基本上呢，它跨过你的肘关节到这边相连；那另外一边呢，跨过你的肩膀这个关节啊、哦，肩关节这地方跟这边相连。好，可是，一般我们躯干是比较不动的嘛，对不对？好。肱骨这块是肱骨，上次讲过，肱骨是提供一个基本的长度，那所以当上面这个肌肉收缩的时候呢，那就可以把你的桡尺骨给拉过来。看哈，对，是这边的骨骼跟这边的骨骼会被拉近，对，那拉近因为你的躯干毕竟所占的比例比较大，所以就是这边不动的情况下，那这两块骨头就被拉过来了。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手肘弯曲。那你的肱骨有没有变？没变。它撑起基本的长度，所以它这块骨头比较像是那个杠杆的支点。来帮你做一个支撑而已。好，那问题是刚讲关节你要有相反方向的活动啊，所以如果上面这块骨头如果它收缩的话呢，它可以把这一块骨头往上拉。反过来，那下面这个肌肉呢，下面这肌肉可能是固定在这个骨骼的另外一面，所以当它收缩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骨骼往下拉。Okay， 所以我们身上你看很多的关节活动，刚讲的肘关节是这样子，对不对？手指上面的很多的关节也是属于这种运作的模式。所以接下来就会谈到一个，当你看到像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两组呢，他们是相互平行的肌肉，然后呢，他们在应付这个关节的相反方向的活动，那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呢称为叫拮抗。好，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如果用手的课本举的例子就是二头肌。二头肌跟三头肌呢，会决定那个肘关节这个地方。的活动方向。可是上面这个是二头肌，二头肌如果收缩的话呢，它是让手肘弯曲，对不对？三头肌在下面，好，那三头肌收缩的时候呢，是可以把那个桡尺骨拉下，所以你手肘就伸直。这样，所以我们就把这种现象叫拮抗。OK， 这是在肌肉当中的例子。所以这里面呢，二头肌、三头肌就是所谓的拮抗因子。那他们要调整的是谁？肘关节的活动角度，对吗？你把这个架构啊，把它套用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你早就学过了，就只差没有交代这个名词而已。胰岛素可以做什么？胰岛素不是可以促进细胞代谢血糖？对不对？但因为血糖被拿去用掉了，所以血糖浓度因此降低。肾上素哎，对，肾上素可以刺激肝糖分解，然后转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当中，提高血糖的浓度。所以他们两个都可以去影响血糖，有没有？拮抗因子，他们好，你可以用一个胰岛素，它代表的是负面的因子。因为它所产生的作用，最后的结果
好、哦，那目的就算了。好，以它结果来讲，它真的是让血糖降低了。那升糖素真的让血糖升高了。对，这个地方比较难讲正负，那你就把它想成相反方向啊、哦，升值啊、哦、代表正面的活动弯曲啊、哦，它代表负面活动。假设是这样子啊、哦，你可以用相反的角度去看它的活动活动的角度基本上是相反。所以拮抗因子一般来说，就是你去想象一个跷跷板啊、哦，那我到底要平衡的对象是谁？然后再去找到跷跷板的两头，会有相对的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对跷跷板的平衡来说所造成的效果是相反的。这些现象通通都是拮抗，好、哦，所以肌肉这边会出现拮抗。好，内分泌这地方很后面要讲的那个段落，内分泌也会出现拮抗，然后神经也会拮抗。所以拮抗的例子其实在整个我们身体的调节上面，包括这种骨骼关节的活动的调节，基本上例子是一大堆。好、哦，刚才会遇到更多，这边大家就先举例一下，看到这个概念。好，所以上次骨骼，这次骨骼怎么动作啊、哦？就是需要骨骼肌的这个配合。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有提到的，肌肉不是有三种组成吗？对不对？有三种肌肉细胞的类型，对不对？看到这个，我赶快复习一下。动切的肌肉当中呢，总共有三个类型：骨骼肌、心肌跟平滑肌。其中骨骼肌跟心肌呢，基本在显微镜底下都可以看到一个特质，就是具有横纹。什么样的横纹呢？如果你在倍率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呢，会发现这是骨骼肌的肌纤维。好，概念上等同的是肌细胞。如果放大倍率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它有暗区、亮区、暗区、亮区交错出现。那些暗区呢？如果你再仔细看，它其实是有一些很短的横条的。比如说，你如果放大倍率够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可能直接看到就是一条比较深色的地方。好，那么你在放大倍率提高的情况下，会发现其实这一条比较深的条纹，它自己本身又是有很多横的小的线条堆出来的那颜色比较深所以具有这样的横纹的这个特质就是暗区明区交叉出现。那同样这个特质呢，也会出现在心肌。那如果两个都有的话，那如何去区分骨骼肌跟心肌？是有一个其实还蛮好用的，通常骨骼肌的肌纤维一路走到底，你比较不会在中间看到分叉的现象。那心肌呢，是随便就很容易看到有一节一段就结束，
好，它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呢，就看到它那个细胞呢会有分叉的现象。OK，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那如果你要用其他的方式佐证的话，通常骨骼肌的肌纤维，它比较会把细胞核放在哪里？放在纤维之间。放在纤维之间。好，因为它把细胞核挤到旁边去，那整个纤维上面呢，它那个质感比较均匀，所以收缩的这个力道呢也比较均匀。好，那是骨骼肌的这个做法。那心肌就不是。好，心肌的话呢，它希望细胞跟细胞之间的连结关系可以错综复杂。好，因为应付心脏，它在收缩的时候是整个容器一起收缩，所以它要应付的力量四面八方，所以分叉对它来讲有好处。OK 啊，所以它不用把那个纤维一路走到。好，可是这时候我们发现，它跟那个骨骼肌处理细胞核的方法也不同，心肌会把细胞核还是放在它原来细胞里面。好，所以如果你能够，虽然那个形状上没有那么好看，可是你把那个轮廓找出来之后，这个完整的细胞轮廓里面一定只会找到一颗细胞。好，那这是骨骼肌心肌的这个特质。好，那所以唯一不具有横纹的就是平滑肌。好，所以你只要看到平滑肌的外形的特色是这样子，我一般把它叫梭形，这两头尖尖的，大致上是扁平的细胞。那细胞核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染色基本上就会发现，每一个细胞里面呢，就是一颗细胞核这样子。好，那扁平状这样子，尖细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中呢，心肌跟平滑肌呢，心肌出现在心脏，那平滑肌出现在像消化系统，有没有？好，然后血管，然后像子宫壁，这些部位基本上都不是大脑可以直接指挥的地方，所以心肌跟平滑肌都是属于骨髓移肌。外形上看得出来，就看那个特征了。啊，这些是功能面，比较不是用看的，你要去探讨的。那骨骼肌呢，它配合大脑的意识活动，所以唯一的随意肌是它。那上次已经提到，你知道看到任何地方看到随意这个字眼，就想着随着大脑的意识的活动，所以它是配合大脑活动的一个动机。那心肌跟平滑肌不是。好，这是课本额外在那个肌肉的地方做的补充，这不应该叫补充了，好，这基本的。那我们暑假好像记得上的是比这个多一点。好，这样就可以进入内分泌了。查过台北天气吗？大概最低温到几度？7度。看吧，只差4天而已，应该可以预测到。看来真的是要带一件普通外套的。但是礼拜六是三十度。礼拜六是什么？礼拜六蛮苦，那礼拜五是什么？
是要凸显出它是生物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然后呢可以进行调节。好，那一般我们把这个内分泌系统所分泌的这些化学物质呢叫做激素或者叫荷尔蒙，事实上也不一定要挂着系统这个字眼，而是人体的内分泌可以谈系统，原因后面再来谈。像植物的话，植物的激素的分泌一般就比较不用系统这个角度去看待它，因为它的独立性比较强啊。虽然内分泌之间是分泌激素的部位还是会互相影响啊，但是比较不谈系统。那人体的话要谈系统，因为人体的内分泌那个系统的运作蛮复杂的。好，然后接下来那个前面已经讲过的，就是因为内分泌呢，它自己呢没有独立的分泌的管道，所以它必须要透过血液循环系统才有办法把这个讯息放出去。所以激素或荷尔蒙代表的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讯息啊、哦。然后呢，它可以对那个特定的细胞引起特定的作用。那这两个系统常常在比较，就是说，既然神经也在做调节，啊，内分泌也在做调节，所以他们的调节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你去看神经系统，我从脑跟脊髓呢拉出了很多电线啊，所以对神经系统来说的话，第一个电线到的地方才是我可以作用的地方啊。比如说，它这边呢接到某一个部位的肌肉，所以当讯号送出去之后，这个部位的肌肉才可以产生动作。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电线连到这个部位的那个感觉受器，所以当然也只有这个受器能够透过这条电线把讯号传回来。所以一般神经系统呢，它在架构上面有一个特性，所以它作用的范围呢，基本上比较狭窄，啊、哦，我可以精准到只对一个关节，啊、哦，然后产生活动，啊、哦，所以这是神经系统的作用的广度。内分泌呢，它的这个化学物质呢，送到血液里面之后呢，原则上我们全身应该每一个部位都会接收到这个讯号，但不一定每一个部位都要去反应。啊，这是一个特质。那原因我们后面在例子里面再来。那因为神经系统它有用到一个技巧，对，它不是用那个细胞膜那个膜电位的改变，对，利用电解质产生的连续性的这个变化呢来传达讯息。那利用这个技巧来加速，所以很不幸的，这也导致一个问题。我现在沿着神经纤维呢，这个膜电位的改变一路传下去之后，那等一下呢，膜电位恢复平衡，它就没有了。那这个速度很快，所以神经讯号呢，就是产生快，但消失也快。啊，膜电位变化的时候，讯息就代表产生；啊，膜电位没有变化的时候，基本上就代表消失。啊，所以它的讯息呢，比较不持久。可是内分泌呢，这个化学物质丢到血液里面，除非它的浓度降到已经没有办法再引起刺激作用了，所以这时候它的作用才正式叫做消失。这样 OK 哈，所以以持续的时间来说的话，它会比较久，所以它比较适合做这种就是长时间调节的事情。啊，然后神经系统像反射嘛，啊，比较适合那种我要快速反应啊，然后事情做完了，哎，就没事了啊，然后所以快基本上有它负责。可是如果你要又利用它来运作的话，它的作用的范围比较像是点。那内分泌呢，它的作用可以比较是面啊，或者是一个区域啊，相对来讲它的广度会比较高啊。那激素基本上呢，它还有另外几个比较重要的特质。通常我们发现呢，它其实只要很微量啊、哦，这所谓微量呢，它可以到 ppm， 啊、哦，使得负60次方基本上就可以发生作用了。然后甚至于某一些激素，甚至于可以到 ppb。嗯，这么微量的情况之下呢，它竟然就可以引起刺激啊、哦，所以表示这种东西它不用像酵素，对不对？酵素我们以前有学过一个观念，你想要去加速化学反应的进行的话，其实有一个技巧啊、哦，增加酵素的浓度，化学反应的速率可以提高。对，好，所以它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它也有过多跟过少的问题。这你们国中就学过一个例子，那个生长激素有没有？幼年时期的话，生长激素如果分泌过量，可能容易导致巨人症啊，对不对？还有分泌不足会导致侏儒症啊。所以虽然微量归微量，它仍然有过多或过少的这个问题啊，这要留意一下。好，那所以这些化学物质呢，基本上它是由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所分泌的。那这些部位呢，基本上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内分泌腺。那内分泌腺的统一特色就是它自己没有管道，那没有管道看起来是一个缺点，可是因为没有管道，它要借助血液循环，所以刚好呢，这个讯号送到血液里面去之后呢，我们全身啊、理论上都接收得到啊、那为什么后来发现，当这个讯号送到血液里面去，全身都感受到了，为什么只有特定的部分细胞愿意配合这个讯号送到了产生反应？原来就是这些细胞呢，它必须要有。它要有受体，所以跟前面那个神经元之间，有没有？我为什么可以让
讯号从前一个神经元延续到下一个神经元，因为前一个神经元可以释放神经传递物质，对不对？那下一个神经元呢，它在宿主这个地方可以去接受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啊、嗯，所以一个丢讯息，一个接收讯息，所以这个激素也是一样，我内分泌呢可以释放这个化学讯息，可是能够受到这个内分泌调节的对象，那就必须要这个激素的这个受体。好，所以这些受体呢就很麻烦。比如说，我现在一个细胞，我可能要接受胰岛素的刺激，那我就得有胰岛素的受体。好，那、啊、等一下呢，又要受到那个肾上腺素的调节，所以我又得有肾上腺素的这个受体。所以对一个细胞来说，它的细胞上面可能是细胞膜，可能是细胞质当中，就会有好多种受体。啊，因为我们任何一个细胞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它要受不同的调节。啊，然后所以它必须要接受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讯号。啊，那所以。一般我们把内分泌腺叫做骨管腺，因为它自己没有管道。啊、哦，那透过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呢，这个讯息啊、哦、放到全身，大家都知道了啊、哦。但是说特定的部位的细胞会引发反应或调节。那以前我们所介绍的像那个消化腺呢，它自己有分泌的管道，所以我们通常把这个就叫瘤管腺。对，包括那种唾腺、胃腺、肠腺啊、肝脏等等，然后再加上这些例子，汗腺自己有管道，泪腺、乳腺都有自己的管道。哦、所以这些就是属于瘤管腺、啊、所以瘤管腺的话就是瘤管子感觉比较是优点、哦、但是因为瘤管子的关系基本上呢它只能送到那个管子的出口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个胆汁跟胰液、哦、它必须要从十二指肠这个地方然后释放出来进入到小肠里面去作用、啊、所以这是瘤管腺跟无管腺的差别。那所以接下来内分泌系统、哦、为什么可以谈系统呢？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有很多件事情的调节。好，比如说你们比较熟悉的，先拿这个来看甲状腺，对不对？甲状腺可以做什么调节？甲状腺基本上用白话说法就是调节你身体的燃烧作用。好，因为你需要产生 ATP， 那 ATP 产生之后呢，可以应付细胞在能量上的需求。那问题来了，那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身体活动量很低，所以 ATP 的产率哦应该不用那么快，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在做剧烈运动的话呢，这时候那个燃烧的效率应该就要提升。那跟这种燃烧的效率有关的有两个，一个就是甲状腺，第二个就是肾上腺。好，那你再看胰脏啊，胰脏里面呢扣除掉胰腺，胰腺是外分泌，然后在胰腺之间会有一些零散的一小群的细胞，那个叫胰岛。那胰岛可以分泌三种激素，其中两个你们已经学过了，一个叫胰岛素，那第二个叫升糖素，对不对？那你一看就知道，哎，这两个很熟悉的，都跟血糖有关系，对不对？好，所以不同的内分泌，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它，然后对我们身体产生不同的调节。那我们把这些内分泌腺放在不同的部位，可是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甲状腺所在的位置啊、哦，它就在喉头旁边，对不对？它有能力可以去调节我们身体的代谢率，那问题是代谢率该不该调节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由它片面来决定，听懂了吗？哈，这它能做的跟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啊、哦，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是切割开来的啊、哦，甲状腺所分泌的化学物质绝对可以去影响啊、哦，会对细胞呢产生这个调节率的这个调节。但问题是代谢率该不该调节这件事情来说，甲状腺自己本身它没有办法、哦、去做这个决策。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看那个反应是后半段，对不对？我们讲过感应到反应的话，如果你讲反应那就只有讲后半段，我今天甲状腺素分泌出去对细胞产生刺激作用，所以细胞开始提升代谢率， OK， 那个已经是属于反应的那一头了。那请问你的前面的那一头在哪里？感应的那一头在哪里？以甲状腺所在的位置来说，它没有办法获得资讯。你要先得到一些判断的资讯，然后因为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我现在做这个事情，这样才是合理的。所以他讲说，感应跟反应你要永远记得，它有因果关系，所以你随时随地要去找到那个因果，哦，你稍微知道这件事情是比较完整的。好，所以甲状腺这是它构造上的缺点，它落在这个地方。他拿不到这些资讯，所以在往上跳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不是很好玩。对，中枢神经有那么多电线连接到我们全身的很多不同的部位，对，所以你从神经系统的角度来讲，它可以广泛的接收来自我们身体不同的资讯，对。然后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一个，在肩脑的下视丘，还记得吗？你现在去谈中枢神经的时候，下视丘是属于肩脑的一部分，对。好，以它的位置，以它的构造特色来说，它有太多可以接收讯息的层面了。
然后只是说接下来，我现在等到夏世秋拿到这些讯息之后，我到底要透过神经系统的优势，然后优点，利用它的快来去解决这件事情，还是要利用内分泌呢？因为刚好啊，他想要透过内神经的方式去运作，可以，然后他自己也可以释放化学物质到那个血液当中，所以他也可以用内分泌的方式去做事。所以我们讲说，夏世秋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不要看他体积上只占着一点点，事实上他就是整个我们身体调节的整合中枢啊，由他去整合神经跟内分泌的调节作用啊，所以体积也许很小，但是很重要。那夏世秋在下达指令的时候呢，常常会透过这个构造，就是在夏世秋尾巴这个附近啊，会有一个小颗粒，这叫脑垂线。OK， 所以原来内分泌比照神经系统，它也可以去看中枢啊。我们今天神经系统的中枢在哪里？就是脑跟脊髓。那内分泌的中枢就是它们两个啊，脑的夏世秋跟脑垂线由它们合作啊。当它们拿到讯息，感应的这一头先决定好啊，我现在接收到什么讯息，然后我现在要产生什么样的反应的调节，所以这时候呢，再由他们下指令去给甲状腺，再由他们下指令去给肾上腺之类的啊，那下面这是性腺，对不对？管生殖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该不该生殖？因为生殖是动到全身资源的一件事情，哎，对不对？怎么可以只交给那个睾丸或卵巢来决定？对啊，他们是可以直接执行这项工作，让这项工作呢所该做的细节都做完，但问题是，生殖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应该要有一个更高的位阶来去做判断，对吧？所以那个内分泌的中枢就是夏世秋跟脑垂线，所以虽然同样一看，大家都是内分泌线，可是事实上他们在层级上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所以这种是有中枢的概念啊，那这个叫一般的腺体，一般的内分泌腺体，那这些一般的内分泌腺体呢，它就是负责，我就是配安排你，你就是负责做某一项工作啊，那至于要不要做这些。要不要做这项工作？我等一下会告诉你。那，你要做什么事情？看，所以夏世秋脑垂线就是负责下达这个指令。这样 OK 哈，好，大概观念到这里，后面全部都很麻烦。就是内分泌最啰嗦的地方，就是你要好多内分泌线，然后这些内分泌线分泌什么样的激素，然后呢，这些激素有什么样的功能，对不对？再啰嗦一点的话，像国中你们背过那个什么分泌过多、分泌过少的，对不对？这种很杂的。然后高三的时候可能还要背一下这些化学物质，它是属于它是氨基酸这类的，还是小蛋白这类的啊，还是属于脂溶性的化合物这样子啊。所以你现在只看到冰山一角，现在只看到冰山一角。不用担心，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五页的表格，一年后把它背起来就对了，只有五页而已啊。高二不讲夏世秋啊，因为夏世秋的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啊，所以直接切入从脑垂线这边开始介绍。脑垂线体积已经够小了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它的内部的细胞组成发现，你还是得把它分成两个区域来介绍会比较好。所以分成脑垂线前叶跟脑垂线后叶，然后脑垂线的前叶的激素就这么多而已，原则上就是你去想，它是代表下指令的，对，所以它不太可能只用一种化学物质就影响其他的内分泌线，所以它今天要对甲状腺下达指令的时候，它就分泌假设 A 这个化学物质。等到它要去影响肾上腺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分泌另外一个化学物质 B， 然后才能够影响肾上腺。那因为它指挥的对象很多，你也可以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到，它指挥的对象很多，所以它就必须能够产生很多的激素。所以这里就可以充分看得出一个特质：原来一个内分泌腺它是可以释放很多种讯息的。那对于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的细胞来说，很不幸的，它可能也得。有那个能力接收很多不同的化学讯息，那么好，但是不同的讯息代表不同的意义，然后对不同的细胞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好，所以脑垂线前叶到底释放了哪一些激素呢？一般来说，你大概可以从名字猜得出来啊。很多脑垂线前叶分泌的激素呢，常常前面就加一个促进这个促，然后后面点点点啊。所以比如说像那个，你像遮掉这个。肾上腺素你们都听过，但肾上腺又很麻烦，它分那个比较表层的细胞跟比较深层的细胞，那那个表层的部位呢叫做肾上腺皮质，所以你现在想象一下，肾上腺皮质基本上是一个内分泌的部位，然后呢它可以分泌肾上腺皮质素，所以只要看到肾上腺皮质素，应该很容易联想了，就像
含甲状腺素，想知道一个甲状腺分泌的，像这样子。好，可是我把这地方遮掉，看看在看不到啊。那遮掉之后，肾上腺皮质素、肾上腺皮质分泌的，往哪一个促进呢？促肾上腺皮质素 ，OK， 往上追，就是人家给他的指令，谁给的？然后谁先给的？这样 ，OK 哈。那这个我不知道他课本为什么要用这种翻译方式，我觉得比照这样的命名原则，把它拿到前面那个甲状腺促素，就是干脆把这个拿到前面去促甲状腺素。好，命名不统一很麻烦哦，命名统一其实还蛮好背的。好。那所以像这一种就很好猜，那什么样的不好猜呢？就是你以前学过的那个生长激素啊，生长激素就是脑垂腺前叶啊，你不要只记脑垂腺的啊，连前叶这个部位都要记清记下来啊。所以生长激素呢，基本上就是脑垂腺前叶啊所分泌的，而且它很特别哦。你看，我今天要对肾上腺皮质产生影响的时候呢，脑垂腺是先透过这个促肾上腺皮质素。然后再去告诉那个肾上腺皮质，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脑垂腺想做的事情，它要透过比如说肾上腺皮质，然后才能最后做到那件事情。可是生长这件事情，看来不需要经过这么啰嗦的好几道手续，啊，直接它分泌生长激素，直接去刺激你的骨骼，啊，让你的骨骼的软骨区可以延长，啊，然后让软骨可以转硬骨。对，哦，所以让你的身体架构先生长，要生长这件事情，先长骨头，再来长含肉的问题。看，哦，所以它可以直接，哦，这个比较特别，它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组成的细胞。好，那另外两个也有刺激的概念，但是没有刺激这个字眼啊，哦。比如说滤泡刺激素，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促滤泡成熟激素啊，哦，这样还算 OK 的。像那个黄体成长激素，有没有画的成长这个字眼？没有促进的字眼，没有刺激的字眼，对不对？啊，哦，所以到底是谁分泌的？这个要留意一下。滤泡刺激素跟黄体成长激素都跟生殖有关。我们正式介绍到生殖的地方，会详谈啊，哦，这地方很重要，它是内分泌运作的非常好的例子。那另外也是一样，就是脑垂腺所分泌的，而它不透过另外一个内分泌的，它是直接产生作用的，就是像这个催乳激素，看就知道它做什么用，刺激乳腺乳汁的分泌，有没有？啊，哦，这种不够白话的，所以应该很好记，所以就只有这么一些的。啊，哦，好，那你看这个相对来说，脑垂腺后叶就和善很多了，只有两个激素。啊，哦，脑垂腺后叶呢分泌了两个激素，一个叫催产素，够白话吧？就是分娩的第一次那个阵痛有没有？那腋下的阵痛就是由它所造成的催产素。好，但是整个子宫壁要紧缩到足以把那个小 baby 给挤出来，让它够力。啊，哦，还再加另外一个激素。啊，哦，这个激素你可能听过，叫前列腺素。我们到免疫那个单元会提到它。好，那另外一个激素叫抗利尿素。哦，然后或者叫做血管加压素。这个是因为，如果你现在讨论的是它对肾脏的作用，可以把它叫抗利尿素；如果你现在讨论的是它对血管的作用，可以把它叫血管加压素。好，那所以我们先谈它跟肾脏，因为它是影响肾脏水分调节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先把这个字眼先遮掉。讲到利尿，利尿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哎，我现在呢让肾脏呢产生很多的尿液，对不对？所以如果肾脏呢产生的尿液的量体积很多的话，那表示当初肾小管在运作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不需要把太多的水分拿回来，因为你肾小管拿回来的水分越少，将来残留在管子的末端的液体的体积越多，对尿液的体积越多，对不对？啊，那叫利尿，那就抗利尿是什么？抗利尿就是想要把更多的水拿回来嘛。对不对？所以它就是促进肾小管在吸收水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子。可以想象吗？好，那其实它也是在尿液最后形成的一道关卡当中，我们还会对水分做调节的关键因子。它只有两个激素，那这个激素它也可以看得出来，刚刚讲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名称是这样子的，就化合物的本质，它就是这一种。然后呢，可是当它去刺激肾小管的时候，是促进肾小管对水分的再吸收。可是如果你今天让它去刺激血管呢，小动脉的时候呢，它会去促进小动脉的收缩。小动脉的收缩，第一个直接影响的是什么？管壁紧缩，当然就是影响到血压的变化嘛。OK， 所以叫血管加压素。同一个东西，那它可以作用在完全接不同的两个部位，对不对？然后引起的反应当然也不同。啊，所以这也是激素的特质。啊，明明是同一种化合物 ，OK， 它释放
释放到血液当中的时候，我们全身大部分的细胞都感受到这个讯息的，可是主要就是这两个部位的细胞发生反应，对不对？那因为这两个部位的构造本来就不同，所以它反应出来的那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当然也就不同，那这个就是脑垂腺的部分。好，所以这一种就是简化的表格，就是将来要稍微留意一下不同激素它到底做什么，然后其中我们指标性的例子就是放在那个生殖的地方来谈，所以前面这边都算是比较简介的地方啊。然后甲状腺呢，它会在喉头的这个地方，就有点像一个薄薄的这个柔软的组织呢，把喉头这边包起来。好，那一般我们会提到，就是那个甲状腺呢，甲状腺素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率。代谢不就是分那个合成代谢跟分解代谢？对，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身体想要加速有机物的氧化过程的话，对，就可以了。所以有它的存在，可能会什么？产生什么影响呢？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加速 ATP 的产生 ，OK， 所以就靠它。那加速 ATP 的产生过程，势必产生很多的氧化作用，所以我们身体可能会因为这些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加快，而产生了很多的余热，所以甲状腺素通常会让这个人他的平均体温会比较高一些。OK 但有一个好处，如果你很难记得它的功能的话，那你就这样想好了，它可以让你吃三个便当，仍然一直瘦下去。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人有一个特色怎么会奇怪？本来只能吃一个便当，感觉有一点负担，对不对？后来呢，可以吃到两个，吃到三个可是吃的越多，然后呢，瘦的越快。所以这个超级实用的减肥技术，但千万不要来这一招所以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人，他到最后糖类燃烧不够了，开始燃烧其他的东西像蛋白质、像那个脂质都可以燃烧，对不对？所以燃烧到最后呢，像甲状腺机能亢进长期累积下来的话，这个脸会整个塌下去，因为皮下脂肪被消耗掉了。对，所以脸皮这个地方，那脂肪被消耗掉之后，所以后来那个脸皮塌下去，眼球就有点凸出来的感觉，会有点凸眼症，那个鱼眼有没有？鱼眼眼睛就凸起来的感觉，这样子，那会很瘦。所以感觉怎么吃好像永远都胖不起来，所以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些三大有机物糖类、脂质、蛋白，对，是燃烧速率。好，副甲状腺搞定一下，副甲状腺是埋在甲状腺的侧边靠后方的地方，有四个颗粒，然后它会分泌副甲状腺素，会影响到钙离子的调节，血钙的调节很重要。所以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一下血钙也要稳定，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拮抗。就到这边了。年轻肌，年轻肌，对。